在这个分开的城市，就是在南北的中华的西单和的西单来中间山顶，我们称这位的地摊为地摊。三轉纜車有四個站，就中寧道、麥當勞道、華人道，都係呢個我覺得還要嘅，即係假如還要嘅。百家道站就未名之邀君百家神教，我哋嘅終點站就係位於山頂歷史閣嘅山頂總站。多謝乘搭山頂纜車，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喺呢度再次歡迎你哋。欢迎乘坐香港最高楼的交通工具山顶缆车。山顶缆车在1888年开始服务。山顶缆车有三个站，下次的千里道、大江南道、东平道车站。就近拍啦。5:30的啦。六点拍完啦。我们的终点站是位于山顶，嘉德路的山顶总站。来非常，谢谢坐山顶缆车，希望您很快可以再成功抵达香港的山顶。我很不好痛，我很痛的山顶缆车。Thank you.
六度，有十分鐘咧。小心車門，小心車門。